somebody. So another new day, another new vlog. 今天早上我就早早从 KL 下来 JB 就是我的家啦。然后为什么我会从 KL 下来呢？就是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情啦。呼吁大家一句话，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请珍惜你身边的亲人，OK？ 然后今天我的舅公他就给了我。 一个算是旧款的相机，然后现在我就要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相机啦。Oh yes， 这款 Epson 的相机。 这个型号是 3100Z， 它是在我出事那一年诞生的。然后这个是我一公讲他放在家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所以他就讲要买给我，不然就是丢掉。So 我就选择拿回来研究一下。它的 battery 不像一般这样子的 battery， 它的 battery 竟然是这样子的。 没有 double A， 什么？The double A battery， 好贵的，这样子就花掉我20多块。 Better watch this. 哈哈哈哈哈哈！So 原来这个相机嘞，它是不用特地去买 lens 来装就可以用才可以用的啦。它不像我们用的 DSLR， 一定要去买个 lens 装上去才可以开始用。So 原来这个只是它的那个广角镜头而已，所以就可以直接这样子装上去，这样子用了。所以它的 镜头原理就和这种小架的 digital camera 是一样的，就像这样子，就不用特地去买 lens 来装，它就直接开了就可以用的了。So 现在就来看看它是怎样用的呗。Holy shit, this thing is working. Did you see that? That's my hand. Oh shit. 在这里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 So 这是一个 Fixus 的 8GB SD card， 然后这是一个128MB 的。你看到科技的进步没有？我比较不明白为什么会写没插入那个什么闪存卡，可是因为我都已经放卡进去了嘛。然后你看，装这个广角镜头够，它是很广很广的。 收过后，我就去check了那个相机，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叫闪存卡。我明明都已经把那个很大片的128MB 已经塞进去了，可是还是拍不到东西。So 今天就无缘用这个来 test vlogging 给你们看了。But 下次如果我有机会再遇到我的舅公，我就去问他要怎样去 fix 这个问题了。然后下次如果 fix 好这个问题，我就试用这个 camera 来拍一小段 vlogging 给你们看。All right，我突然间很想玩滑板。 Bad board, sucks board. I need a new board. Yeah,
刚刚我就带 Ricky 去散步，然后 Ricky 他就在走外半，他就嘴巴像吐，有点像白沫这样的东西啦。不过我觉得应该就只是口水啊，因为过后他就舔掉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以后你们带狗去散步哦，要仔细看路边有没有有人放那种好像老鼠药还是什么，就小心就对了，不然等下。所以现在我就要 continue 来 testing 我这个 board 了啦 ，OK。现在就是要出去妈妈当 supper 啦，如果你们是在看我的 video 也知道我现在要去哪里。嗨Coca-Cola light tea? It's only in Malaysia. Oliver Heldens。现在是一点了啦，然后我也是差不多去 edit 今天的 vlog 了。Alan Walker，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Video Record 第29集了。如果你喜欢我的 video，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最终还有订阅。如果你要追踪我更多动态，你就可以去我的 Instagram， 然后 Twitter or Facebook。Instagram、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 link 我已经放在我的那个简介栏了，你可以 click 进去，然后 follow。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video. Bye. Hey guys, who's thirsty? Let's get some extra drinks. Oh, no, okay.